一条毛巾能够做什么？想一想，动动手，长者们也能够有自知之心。这只我做的哦，有果水无？做甲足欢喜呢。这规阵的人吼，是我上老啦，老古董啊。大同联络处享乐区活动邀请社区长者一起来同乐。65岁的王炳慧曾因亲人的往生而心情忧郁，来到这烦恼全都不见了。让我心情真的很快乐，真的很放松，让我的心里都什么压力都没有。辛苦。欢乐的气氛，学习新的事物，是他们越来越年轻的秘诀。我一直到这边来，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有这个道场，又到这边来可以学了好多东西。八，心情愉快，人就不老。大家相约，下次还要一起来学习。阿哥大安呢，安来足好安呢，真好过这老大人。以后会过来，嘿啊，有朋友嘛，后礼拜过来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洪炳炎、黄荣辉台北报道。